Zimon leje kengkong sa. Somi kenyi loran laziba gasiha. Nga lo deyi. Nga ne zo ye. Lo du cho. Api ni songwa de hiji. Kui namje jenda hiye. Lo du cho. Nga zi sheri ka lo gong jene. Dering ka no den zo la lo yung shishye. Shen zhe wa chung chung. Me cha. 小抄写员下。 其实这时，父亲早已站在他的背后了。父亲从书册落地的时候就惊醒了。等待了好久，那货车通过的声音把父亲开门的声音夹杂了。现在父亲已近纳至，他那白发的头就抚在叙利奥小黑头的上面，看着那钢笔头的运动，父亲对从前一切忽然都恍然明白了。 胸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悔和慈爱，只是定住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叙利奥忽然觉得有人用了发抖的两腕抱他的头，不觉突然叫了起来，才听出了他父亲的啜泣声，叫着说：“爸爸，原谅我，原谅我！”父亲流着泪吻着他儿子的脸：“倒是你要原谅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我真对不起你了，快来说着，抱了他儿子到母亲床前，将他儿子叫到母亲怀里，快吻吻这好孩子吧，可怜他四个月来竟睡也不睡，为一家人劳动，我还只管那样的责骂他。母亲抱住了孩子，几乎说不出话来。好宝贝儿，快去睡吧。 马上搞得嘞，阿爸阿母呢去家属室弄去，别的通了通的，阿爸那里住些，原来过年的，祖先龙哥这边家当，阿爸过些月家呢娘的兄，大大阿爸那边了天月了，去扎罗家不用过我的，学里熬夜我那日的兔年，叫你叫我拉的多，阿爸年轻就月菜，他这些样吧哈过送了。 深空的绝巴当相对前面些呢，沙拉苏巴达拉，你得了龙呢点多，徐里奥也落不得没些个，那苏家被崩巴年纪，去我崩瓦村呢，落不得给叫，爹爹大姐去阿皮，我是不提的，今天比阿爸，阿拉这个农肉，阿拉这个农肉些些，阿皮每吃一人的。 被我动了，我谢谢。切记我了，最刚能见到，啥不稀松，越菜啥不稀松。我切了玉米稀松，你的配当，虽然不煮半年，阿米满天的的松，不煮阿米半那种年，西半的了我谢谢当。你姐，给当我节日了，你有没有我了？全工毕业的来家里，我打动得打过了谢谢东西些。 阿米是八八年，人八弄些，接触打九八牛些。个人的拉提茶几，俺去他年三八开始用的这些。自作自受，容度容量，啜泣，恶心。叙利奥忽然觉得有人用了发抖的两腕抱他的头。 不觉突然叫了起来，才听出了他父亲的啜泣声。徐立奥也落不得墨西哥大苏家被崩巴年纪，给我崩完村里，落不得给叫，爹爹大姐给阿皮我身体。当俺亲娘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就是自己做的事情带来的后果，要自己承担的意思。让都让你西班呢，让给西边等到个牛仔的，让给客客巴拉些。啜泣，啜泣是描写抽烟、抽泣、抽抽搭搭的哭的状态。我是西班呢，三度比我呢，我妈妈也饿一点。 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艾迪蒙多·德·亚米切斯，1846年10月31日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
自幼酷爱学习和写作，是一位多产作家，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爱国志士。青年时代，他立志从军，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曾参加1866年解放意大利的战斗。后来，他担任军事刊物《战斗的意大利》的特派记者，他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把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军队作为祖国解放和复兴的重要力量予以热情的颂扬。1886年，《爱的教育》出版，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使他的创作生涯达到顶峰。意大利小说家，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爱国志士。俺亲娘的，他念三八的做下用这些。自作自受，容度容牛，啜泣，恶心。叙利奥忽然觉得有人用了发抖的两腕抱他的头，不觉突然叫了起来，才听出了他父亲的啜泣声。叙利奥也落不得墨西哥大塑胶杯崩盘年纪给我们崩完出来落不得给叫爹爹大姐给阿皮我是体老主错切记爹人个努得出马写一句答案记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农，我是不是比他你的公事？A 啜泣。连地所。年轻的建筑不错，但俺今年的爹人个农村路灯用下今天啊。其实这时父亲早已站在他的背后了，父亲从书册落地的时候就惊醒了，等待了好久，那货车通过的声音把父亲开门的声音夹杂了，现在父亲已近那指，他那白发的头就伏在叙利奥小黑头的上面，看着那钢笔头的运动，父亲对从前一切忽然都恍然明白了，胸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悔和慈爱，只是定住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叙利奥忽然觉得有人用了发抖着的两腕抱他的头，不觉突然叫了起来，才听出了他父亲的啜泣声。父亲流着泪吻着他儿子的脸，倒是你要原谅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对不起你了，快来。说着抱了他儿子到母亲床前，将他儿子交到母亲怀里，快吻吻这好孩子吧。可怜他四个月来竟睡也不睡，为一家人劳动，我还只管那样的责骂他。母亲抱住了孩子，几乎说不出话来，好宝贝，快去睡吧。罗柱错爹人个罗着草木的人就建议大葱马 demo 起 demo。